Hello， 小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百变玩具屋。本次节目，我们的汪汪队为我们带来了一款，这是我们的启蒙宇宙巨人玩具。我们来和我们的汪汪队、狗狗、鹿马和小丽来拼装我们的这一款。这是我们的飞船，这是我们的奥特曼飞船。我们的奥特曼飞船可以组装成机器人，这是我们的说明书。现在我们来组装，拆开我们的这些零件。这是我们的这些零件，这是我们的直角零件。这是我们的飞船，我们的这一款飞船可以活动。这是我们的积木玩具，这是我们的这一款积木玩具飞船。我们的汪汪队、狗狗、鹿马和小丽为我们带来的这一款积木玩具，我们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哦，拜拜。
拜。